接下来讲 MG Light 的一个使用模式使用，这边叫模式键，这叫 joystick 上下左右键。好，怎么用它呢？很简单，按一下叫 A 模式，有没有看到？不管我怎么动，它都始终保持一个那个固定的位置。好，这叫做锁定状态。再来按一次，按一下 B 模式。B 模式呢，就是跟随模式，这里跟随上下锁定，叫做半锁定模式。半锁定模式，这叫 B 模式。C 模式按两下，一二，模式键按两下，叫全跟随模式。全跟随，全跟随，全跟随，全跟随。那么其中呢，按一下 A 模式看，全部锁住，这种通常在拍滑轨画面。滑轨画面好不好？再来摇臂画面，从地上，好、哦，拍那个大腿，一路拍牛仔裤，好、哦，拍到屁股，拍到背，拍到头，这样子在拍柱子，当摇臂在拍。好，再按一次叫 B 模式 ，B 模式你看左右偏，上下锁死，通常在走路的时候使用。好，以上三种模式的运用大致上跟大家讲解到此。那其他的功能哈，包括这个倒拍模式，看一下哈。倒拍模式哈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要稍微调一下出力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因为它上下做的并不平均，所以我们要调一下出力。要改一下出力，好，好，改到它不晃为止，好，好不晃了哈。接下来出力是在这里落的地方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你只要上下出力各做一次之后，这个机器就在这里趋于正常，好。现在这是低拍模式，好，我们再来把它转成正拍，正拍，低拍，好，你看不懂对不对？正拍，低拍，好，这就非常的方便了哈，非常的方便，正拍，低拍，好，被线搞到的，这不是他修的，是妈线他妈太多了。这 pony 真正来找麻烦，我唔捌看过人安尼，不过才遮济条线，哪袂输咧吊电池的，你拜托个。话紧啦，朋友来就是有缘哈，咱有迄个功夫甲解决掉，对咱嘛是一种进步。吼，啊，这个按一下，按一下 A， 按一下 B， 按两下 C， 三种模式的切换，还有校正切换，还有五下。一二三四五，处理这里。当它是麻麻的时候呢，一二三四五，它会闪烁。一二三四五，闪烁，它会显示这个灯号叫调我。好，它麻麻的时候呢，往下扳。它如果是抖往上推，记好，就这样子哈。写入就好了，好就好了。那这里是按六下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当它发生这样丢，好、哦，要出损啊，好、哦，你要给它动起来，好、哦，不要出损。当它是丢，按六下，然后往下，它就啊、往上，抱歉，丢要往上哦，哈、哦，丢要往上。当它麻麻的这样，不呈现按摩棒按摩状态，你就要往下把力量收下来，就这么简单。丢代表没力，要往上推。那麻麻的代表力量太大了，要制止它往下搬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那再来这边是七下，如果是这样丢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，我表演丢给大家看哈，让它丢给你看。丢了哈，这是档机起档的视角画面。好，
无力，叫做无力。咱即马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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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。哦，乖乖乖乖，哦，呼呼呼呼，甲烧一下吼、哦。你看啊，乖啊，即马就唔敢个丢啊，吸住，吸住。以上呢，分别是校正大法哈、哦，改邪归正大法。再补充一点，最重要的刚刚讲过了，当它拍起来歪歪斜斜的时候，麻烦就是这样按下去，吸掉。请校正我，它会显示，请校正我，请校正我没关系，就是桌子尽量是平的或摆在地上，按三下，一二三，灯亮，灭掉，我们就把它给下里边，好，写好了，红灯之后就是写好了，就在启动，它就重新恢复它青春的肉体。哦，这就是改邪归正大法。那注意哈、哦，这几个操作方式非常的重要。会用你就是顺顺利利，不会用你就只能在那边转圈圈，然后念阿弥陀佛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